什么东西？让你拿。哦，哦，哎呀，好身材，对赌合约。对赌还？改造者需严格遵守以下三条规则：需严格控制饮食，加强锻炼，健康。有吗？有这些事吗？真的是啊。哪儿呢？上面，对不对？还有雷。承诺尽力不触犯以下雷区，不少于两条。我不能干什么？不能连输，连输就是连什么？连续看两个小时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。第二，每天都要抽空做一下运动，肯定两个小时，太多了。一个小时，太多了吧？也一直在那跳一个小时啊？你不要害我吗？锻炼次数嘛，好不好？半小时以上。哦，半小时以上。还有第三条，每天至少喝4杯以上的温水嘛，最好不喝冷饮。不能喝冷饮。这有点过了啊，不能喝冷饮，这有点过了。每天至少喝4杯以上的温水，不能喝冷饮。对了，行了。好，如果我达成目标的话，你就必须完成我的一个愿望。嗯，你有什么愿望呢？如果我没有达成目标，我就必须完成你的一个愿望。你有啥愿望呢？愿望就是陪我逛街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啊，逛街可以啊。如果我达成目标的话，就让你跟爸去拍婚纱照。有点瞎了，那么老了还拍婚纱照？对啊，就拍婚纱照。那我这个目标是什么呢？诶，如果你的体质哈，能够降到像王一博那样。你在开玩笑吗，妈？那个身材就达标了。你都没有看到过王一博身材的样子。本人都看到过，我本人都看见过。但是不是我练不了王一博啊，先说清楚。他想啥呢？脸都不一样还练成王一博呢。杨迪降体脂到17%-19%之间就好了。来来来，暂时就是合约书一般都是那种啊，这那盯着那儿。友好协商，来来来，友好协商，就这样。你放锅里。哦哦哦哦。